听说 AD 那个账号一胜十一败哦，那一胜是你打的是不是？你没有，我就是那条雌鳟鱼，我现在充满力量了。谢谢你，九五二七。辉哥喜欢吃大岩蛇还是解甲贝？干他妈两个东西我都没吃过啊！金矿不足。真要讲的话，应该是铁甲贝吧。